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获利方程式。在今天，加权指数中场以上涨55点做收，收盘价已经来到9287点哈，距离这个波段的起涨8885点哈，就是短短这两个礼拜好左右的一个时间，加权指数如果从8885。好，到今天的9287，其实指数空间本身已经涨了400点了哈。所有人都说这个盘势格局没有行情不可能涨哈。那可是今天这个收盘价9287点，同时也是过去整整一年以来一个最高的一个收盘价哦。那由于今天的开盘八法的这个换手变成两高的盘势格局哈。那一高转成两高，收在一个当天最高，是一个八法的多方，而且量价也是较前昨天进行一个量增的动作。好，所以这个盘势格局，10月5号回来，盘势格局八法量价同步多的一个状况之下，明天还是继续轧空盘结构不会改变哈。好的，这边我一直告诉大家，现阶段唯一的问题只剩下，你要想办法全力去卡位，谁在主第四季会一路一路冲，最好是不是可以买到那种。主升段的一个扩延，10月、11月、12月逐月的营收向上走高，然后一路冲到年底封关的一个股票，那你趁着现在十月刚开始就要积极卡位进场布局，因为这盘势格局已经不需要去怀疑，大盘是所谓刘老师讲的飞龙在天主升段的哈。那听你说有投资朋友想要赚钱的人，你动作要加快，好，因为。现阶段唯一的操作策略非常简单，叫做做多主升段的股票，全力抢红包。不要等到大盘站上9569三个交易日，我们的服务费用会进行一个向上调整的动作。好，如果你可以在上个礼拜五的时间，加权指数大跌100点，好，传出德意志的风暴向下，秃鹰狙击索罗斯又放利空消息了。到今天为止，它只期货9247点做收。这是我们波段多单最后一次进场布局，而一口气是全部四口的多单全数买满的状况之下，过去绩效不代表未来获利之保证，只不过这一次，好，过去这5个月以来每一次这种位置点，我们只不过重复这5个月以来每一次轧空盘的格局，这一次又不小心2天又狂赚了，又大赚了388点而已。好，那我。昨天是不是这样子跟大家报告？盘势格局已经非常明确，低档区追空的又咬住了，一涨难跌哈，所以震荡都还是做多。好，既然你已经确认是索罗斯秃鹰放假利空，轧空盘的结构不变，那你现在唯一的问题是赶快把我们的双十节礼物1号，哦，目标先赚35成。双十节礼物2号先赚35成，双十节礼物3号，希望你可以务必赶快跟上来，因为双十节礼物3号昨天已经喷出涨停板，今天又创新高了。好，如果昨天你可以看出这个盘势格局是轧空盘结构，那你除了台指期货的上扬之外，你在50点布局的。十月第一周的9200点的一个买权，我们在50点进场布局，是不是短短2天的时间，收盘已经来到83？哦，你只要布局50000元，今天已经一口气又赚了60%，又赚了3万块钱了。好，你可不可以2天里面大赚388点，再赚6成？好，你可以看到 T50 反应的融资将近50万张，又要再创新高。台积电的券资比还是维持在82%以上的这个结构，轧空盘的结构到现在为止是不是没有任何改变？好，投资朋友，那千万的要赶快提前去卡位，不然如同刘老师跟他预告的主升段轧空喷出，下半年的第四季还是努力要帮大家去经营这4000点的价差。好，眼看着眼前从低档区。投资朋友，你可以看到做空的人说这个盘势格局的一个技术分析，好，破线的一个形态的技术分析 ，N 头又成型了，好，一个扩散型的喇叭压力盘的扩散喇叭状的一个整理是一个空点，
杀离下来的一个 N 头破底，所以要全力放空。好，投资朋友，那为什么这个盘势格局这种技术分析不准呢？好，因为你没有从基本面去架构台积电一个洗盘诱空，嘎空喷出一波到底。好，在9月30号加权指数破底的位置的时刻点，如果你懂得盘中的看盘法，什么是承接吃货盘，最后一个主升段喷出之前的最后个绝佳买点，好，洗50点逆价差，是为了10月份再嘎空喷出一波到底。当天我连我最高一笔买在9190，我告诉大家套，而且是满仓套，我告诉你说不用担心，空手的还9150，直接买满9150，全数直接买满，因为这是一个335的破底穿头。好，为什么这里不是技术形态的 N 头破线呢？因为它是波浪理论的335波，嘎空喷出一波到底。答案卷都是放在你的眼前了，投资朋友，你把这388点放在你的口袋里面了吗？好，过去绩效不代表未来获利之保证，哈。这是9月14号，好，9月14号之前跟大家预告这个盘势格局先做空，因为会有一个波段向下急杀，先8天、13天、34天的转折，先向下急杀。回来一个上升景气线、生命线、操盘线，就是一个绝佳的买点，因为中秋节后会嘎空喷出一波到顶。好，这个盘势格局，所有控盘股完完全全没有问题。先做空200点之后，8930全力补空翻多，因为接下来这个盘势格局，几个交易之后就嘎空喷出一波到底。好，所以这个小圆头为什么不成立？因为你把这个小圆头如果时间波把它扩大，就有一点类似这个复合型的圆头的一个破底一个动作。好，可是如果你懂得德意志银行这种政治面的一个事件，非本业的一个利空老盘，是一个额外的政治面的假利空洗盘又空，投资朋友，好，2天的时间，获利方程式，我们又赚了388点。好，所以希望所有投资朋友务必跟上我们脚步。如果盘势格局按照刘老师所跟大家去报告去发展，好，请你详细的去。我想投资朋友你已经看了我们节目的时间够多了，然后那由于接下来要全力抢股票，做多主升段喷出行情，每天的盘势格局有赚钱的机会，我绝对不会让你错过，想办法把刘老师的获利方程式给带到，因为这一波的行情如同我跟他预告，盘势格局不会等人的，我特别用一个特别醒目的标题叫做飞龙在天主升段，好，不会是在躺在地板上，而是一个飞龙在天嘎空喷出的主升段。再怎么样，就算8930你只做多一口台指期货，这样就400点。好，那你真的会很讶异，过去这5个月，甚至于近期这盘势格局，好，而做空的分析师还告诉你说，收盘价创新高，他做空还可以大赚。我只知道，不管你空到几笔、几十笔、几十口啦，赚那个几点的价差啦。好，我们单单只用一口台指期货波段8930补空翻多上来这400点，就远远比你赚的多了几倍还要多啦。那你现在想赚钱的，你要跟谁？还不赶快跟上来？好，那我只提醒到大家，倒数计时这个阶段。我已经花了这么多时间讲到没有声音了，你动作要快了，因为我们讲的双十节礼物除了3号、2号已经喷出之外，今天双十节礼物的1号也创下整个波段新高了齁。好，所以务必加速你的一个脚步，赶快跟上来，因为这个盘势格局
连这么低迷的一个成交量的一个状况之下，我们来看3008的大力光，好，这将近4000块钱的股票，今天也已经拉高到3910元的啦。哦，投资朋友，单单是一个从急杀的三个向下跳空缺口，哈、哦。刘好师是已经在高档区3945的隔天要你获利了结之后，加码都能获利了结了，就提醒你一个适当的试之息一个主跌段哈。但是真的杀到3450，告诉你说剩下200块是让你买的，因为第四大浪根本还没结束哦。等到杀到3325，外资在三个急跌向下跳空缺口叫空头捷径，同时洗盘诱空，当天外资下调目标价在2600元的时候。我只告诉你，这已经空方捷径，接下来要嘎空喷出一波到顶。好，来隔天直接急涨向上跳空。好，那倒状反转的强势的还是会嘎空到最高点，因为第五大浪的主升段还没有结束哈。好，提醒你说，所有缺口都会回补哈。假设一五等浪从这个位阶开始，还要再涨千元呐。我们事先跟你讲，跌告诉你，获利了结告诉你，主跌段告诉你，为的是瞄准大力光回撤3400块钱以下的最佳买点。好，那今天大力光呢，如同规划，好，只要盘势格局不直接开低，就没有那个强势反转的机会，应该是。小幅度的短线的一个横向震荡，后来就是维持一个小幅度的短线横向震荡。好，我还告诉大家，你所有空单一定要补，还有千元的机会哦。今天收盘价已经来到3910元了哈。好，重新站稳了，随时一点点补量动作就过3945，告诉你说已经没有任何空方的机会。同志们，一档。4000块钱的股票，好，一档是需要买一张要400万元的股票，都已经要再创历史新高。你说这个盘势格局是空头？好，那我只提醒到大家，那你要迟疑在观望的投资朋友没有关系，但是每个月的平均那个机会成本，我尽量帮大家努力，就是像9月份的这1200点的价差。那现阶段又拉开了这388点，好，你所等待的时间、观望时间，好，都是你的机会的成本，都是时间成本，好，但是我答应我的会员朋友，除了三档的礼物全线喷出之外，好，那指数也按照我们规划又拉开了这388点了，这也算是双十礼物一个好的一个兆头，好的预兆哈，好，想要赚钱的务必跟上来了，好不好？那后续还有哪一些操作方向？太阳能股到底怎么样看？休息2分钟之后，刘老师继续帮他解析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期货、股票、选择权，绝对报酬策略，多空双向灵活布局，您创富的最佳伙伴。02-6783777，6783777。亚洲投顾27年来一直秉持专业、用心、负责的态度，为您创造财富。市场的常胜军，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，亚洲投顾，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6578-3777，6578-3777。超越大盘，领先市场，挑战自我，掌握行情。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准确的多空操作，稳健的获利绩效，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。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，开启非凡人生。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，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
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 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你担心瓦斯外泄危险吗？教你几个小撇步。瓦斯桶放室外，避免日晒，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定期检查瓦斯配管。使用瓦斯要小心，居家安全好放心。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。好，那我们现场，那当然大力光的股价真的不太亲民哈，那怎么样看着大力光的一个波形的模式，再去挑选出这样的一个高空指标股？好的，这朋友，我们是从2200元哈，在高档区3000块钱先带你布空这千元向下的一个主跌段。好，也因为有空到那一波段的一个千点跌势，我是市场唯一跟大家预告大力光有机会率先创历史新高回升波的。好，从2690元基本多单一直报到现在，中间已经单单是价差多单已经累积了700-800块钱哈，这一张是162万哈，一张是162万，一张是赚了162万，一张是赚了162万。好，那错过的人，同样模型的个股，你要想办法把它挑出来哈。那我认为有另外一个类股自主群，很像当初大力光当初利空破底的位阶，这是3691的硕和哈，我们在9月8号、9号的时候跟大家预告到太阳能族群落底的机会哈。好，今天创下整个波段新高啦！你只要从九月中旬以后跟着我们布局，每个会员朋友都是赚钱的啦。好，今天大涨半根涨停，突破了这个 W 底的一个形态。好，好，我认为今天跟大家提示太阳能是有些机会的哈，包含我们这一次去演讲还特别跟你讲到这个政策族群。我演讲会跟大家预告很久了哈，连续两次，包含前次的演讲会，包含这次演讲会哈。来，因为硕和这个位阶只要能够拉开390元以上，哎，第五浪的一个扩延的下降压力线已经去进行一个扩底的动作了哈，已经确认突破一个动作，而且低档区20以下低档区的低档黄金交叉。好，这里有机会展开一个结构性比较大一个反击一个波段哈。那如果从773修正到352，真正的这一波空头已经结束了，那技术面的一个转折一成立，最弱势跌了421块，反弹0.382，你要赚多少？有没有5×1倍的机会？好。问题是370块钱以下，你是把股票停损掉了。过去一整年提醒你太阳能的弱势哈，好，但是基本面出现转折了哈，这个是在今天升阳科，好，公布九月份的一个营收创下历史新低的过程里面，可是却跟市场报告是说，从九月下旬开始，太阳能好的电池报价有这个回温的。订单的一个回温报价也开始进行一个上扬5%到10%一个动作哈，那预期在10月份，啊9月应该是最低点已经过去了哈，10月的一个生产稼动率从现在还是有50%的闲置产能，但是拉升到70%哈，那比现阶段50%的一个水准足足会高出20%的水温，那代表是说接下来你下游的太阳能模组你要叫太阳能的电池。再跟上游去拉这个矽晶圆，吼，那整个产业链的一个相关类股次族群产品的报价也会逐步的一个来，上中下游产业链的报价开始逐步的止稳，好，那尤其是过去5个月利空测的最久、盘底最完整的，应该是这档股票6244的茂迪，产品已经连续跌价5个月，跌到9月。可是茂迪连续5个月利空测试，1倍的股净比都还是不断利手，好，所以我认为这里转折的机会，如同我们预告，机会就越来越大了。那所以这一次特别讲到了4个类股次族群当中，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报价上扬，那这些个股就有机会，报价上扬股票就有机会是第四季飞龙在天。营运冲锋的股票，好，那只要有机会，我们看到主升段确认的股票，
你要想办法跟着我们做一个积极卡位的进场布局的动作，因为你可能会错过了我在短短的这五个月的期间已经大概办过13到15场的演讲，好，那包含了几次的一个教学，每一次这十几次的演讲里面都跟大家报告，这是2354的红准，今天收盘价也是创下整个波段以来的新高，吼，好，那这是一档139亿元股本的股票，积极一点的，是不是请你去掌握？同样也在历史。类似像太阳能跌了整整一年，我们并没有去带你去追那个高高在上的股票，我提醒你，你去买鸿海、鸿准、广宇这些还在3955点，还在5000点以下位阶，你就不必担心9000点这个加权指数位阶相对偏高。那而且由于它跌得太深，单单是跌升反弹，再加上基本面的支稳的两重力道，未来股价表现的空间会更强吗？会有更强势上涨空间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要想办法去挑这个从20块钱到25块钱，告诉你说这都还是3955等同的位阶嘛，3955等同的位阶嘛。好，这样子你的压力不会那么大，后来就喷到31块啦。还有没有这样子的股票？哈，类似像网加100万，你可以赚进，可以变成赚进200万，变成300万；类似像广宇100万变成200万，你好好挑一两档股票集中进场布局嘛。因为接下来所有投资朋友，好，在一辈子的投资历程里面，不过是等一波行情，等一个机会，好，等一位操盘手。那刘老师。过去这段时间帮你所有的一个解盘分析，连台指期货这些高风险的商品，我所有的流仓单做多做空，我没有任何迟疑，我只要很清晰的跟我的会员朋友交代为什么这里不适合在那100点赶快空单要补掉，利用这100点去布局这高空喷出一波到顶的机会，去布局这高空喷出一波到顶的机会，对不对？今天加权指数收盘价虽然还没过9303，这也是头伸一下就过去了，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那如果过9303，又引动了另外一波全线的轧空回补潮嘞。所以明天的早盘，对于手上还是所有的啊，我可以救大家的，我可以帮你手上空单解套的，已经帮你。包含 T50 反应告诉你说这一波杀下来是最后一个补空翻多的机会，我连中秋节礼物做多的投资朋友也送给你，做空的投资朋友也送给你。好，所以一直跟你强调是说，现阶段以市场这种气氛， T50 反应的融资又要创新高了，现在要怎么样收会员最快，恐吓大家你手上的股票要主跌段，大盘要崩盘猛转，骗你说这个盘势格局接下来会大跌，收会员最快啊。那我告诉大家什么？以我们陪着大家看盘的经验这么多年，我很担心的是，是一个全线轧空喷出，飞龙在天主升段的一个狂涨喷出的行情。结果你不做多就算了，你手上千万不要有空单。啊，天天讲，天天讲，天天讲，投资朋友。加权指数今天收盘已经来到9287了，还有一半的老师在做空了，从去年8月到现在了，那难怪大部分绝大多数的投资朋友都赚不到钱啊，因为未来已经确认转折多是一个非常大格局主升段，底部落底8800点以下是要扩值一个中长线大底，好，月线在我们88713个月，9月已经完成了。接下来唯一一个重心，问题只有一个，操作策略只有一个，
全力抢进有机会冲锋，赢亿有机会冲锋主升段，有机会飞龙在天主升段，有机会一个月卡位进场，你用百万元进场布局两三根涨停，你就赚进二十万、三十万元的股票。好，你还不晓得怎么样操作了，直接跟上我们脚步。好，刘老师双十节的礼物，未来的波动规划都帮他规划好了，有希望我们服务的地方，直接敲全刘老师的服务。这是大家今天的资讯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，趴下；二，掩护；三，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。期货、股票、选择权，绝对报酬策略，多空双向灵活布局，您创富的最佳伙伴。02-6783777，6783777。亚洲投顾，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亚洲投顾27年来一直秉持专业、用心、负责的态度，为您创造财富。市场的常胜军，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，亚洲投顾，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姐，谢谢你，从我2年前失能后，就害你日夜忙碌照顾我。没什么啦，听说政府在推动长照保险，等实施之后，妈跟我就轻松多了。什么是长照保险？长照保险是政府办的保险，全民共同分担保费，若经过评估需要长期照顾时，就由保险来提供服务，支持长照保险，减轻照顾负担。北都 HappyNet 超值优惠双响炮，新时代光纤标网加数位有线电视，平均月付最低只要399.3元，违约补偿最高2000元，限时加码再送首月免费。149台全数位频道，68台 HD 高画质频道，搭配新时代光纤标网，限时加码再送首月免费。第2到4个月搭配30枚，最低每月只要399.3元。第5个月起，数位有线电视搭配30枚，每月只要690；搭配70枚，每月只要790；搭配120枚，每月只要890。多人多机同步无线上网，全家吃大饱。免装机费、设定费、保证金，再送 WiFi 分享器和数位机上盒。现在马上来电0809-096-111。限时优惠，先抢先赢。HappyNet Your Net。你担心瓦斯外泄危险吗？教你几个小撇步。瓦斯桶放室外，避免日晒。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定期检查瓦斯配管。使用瓦斯要小心，居家安全好放心。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。消灭登革热，仔细清扫，立即做。饮水机、水盘若有积水，要倒干净。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，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纹。花瓶底部、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，避免纹软附着。不使用的水桶，记得倒至两。